直播吧。9月11日讯，米兰体育报消息，尤文图斯中场马图伊迪认为 C 罗是世界上最棒的球员，他相信后者会在赛季的关键时刻给球队提供帮助。 C 罗与众不同，他可是获得过五次金球奖的球员，我们可以趁他为世界足坛最棒的球员，拥有他只会让我们高兴，他能给球队带来胜利的经验。 C 罗赢过很多比赛，尤其是在欧冠联赛，他会再一次在欧冠联赛中闪光，但这次他是我们的一员了，我相信他会在赛季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。谈及尤文图斯的欧冠小组赛形势，马图伊迪认为球队会遇到不少困难，我们所在的小组竞争很激烈，不仅仅是有曼联，还因为瓦伦西亚，跟他们对阵都会很困难，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一直努力训练，我们会在联赛和欧冠联赛都全力以赴，我们的阵容很强大，有足够的球员可以在漫长的赛季给球队提供帮助。我经常会跟博格巴开玩笑，我也跟他约好了在老特拉福德的场上见。